哦，喺嗰邊。係、okay. 啊。咁嗰個區域嘅情況係點樣咧？其實係。其實嗰區咧係一個舊區嚟嘅，一個廉宗屋區，已經有成百年歷史㗎啦。佢係好最舊嘅。成百年定成八年啊？一百年。一百年。即一百年嘅歷史㗎啦，好舊㗎啦嗰區。咁冚唪都係廉宗屋嚟嘅，有大廈式嘅，有呢個 townhouse 啦，嚇、啊。咁同埋有矮啲嘅，即係矮啲嘅大廈咁。最近華人即係一路應該都係華人聚居多咗啦，嗬？因為嗰區咧，因為太近即係中區啦，即係去 Yam 同埋 Brewer 好近啦。咁同埋佢個交通好方便。哦。華人咧都好多居住喺個區嘅，因為如果佢冇車咧，就搭公車係最方便嘅一條路線嚟嘅。咁麗晶區其實佢分咗南北區，有南麗晶園，有北麗晶園。就由呢條燈打字街嚟做交界，分開南北。咁即係譬如居住嘅即係人方面係咪，即係個分布點樣啦？頭先你講即係有不少華人聚居啦。我據我所知都可能有啲越南裔啊，其他族裔嘅係咪？係啊係啊，其實係華人同越裔咧佔咗個區嘅人口咧有成30%咁呢區嘅人口咧都好即係點啊？人口的組織就很複雜下，咁同埋嗰個經濟環境的收入咧就叫低收入區域啦，因為佢廉宗屋區，同埋多數咧嗰、那個點啊較為貧窮啲咯，嚇、啊。嗰邊係嗰、那個 age group 即係嗰個年歲居住嘅人數嘅年歲係點樣樣咧？即係譬如話係咪好多年輕嘅家庭啊，或者係多啲嘅老弱嘅家庭咁咧 ？O K， 麗晶園區咧，即係如果麗晶園嘅年中屋咧，就冇老人大廈嘅。咁但係喺附近咧都有幾座係老人大廈，即係屬於麗晶園區，但係圍住個麗晶園區有老人大廈。咁但係喺麗晶園裏邊咧，都係用家庭。為單位嘅，咁所以咧有細路仔，有中年，有少年，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同屋企人一齊住嘅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唔係話淨係成年人㗎，都好多青少年喺嗰度住㗎。咁頭先你講過，麗晶園係一個廉租政府嘅廉租嘅廉價嘅房屋嚟，係咪？係啊，係啊。通常佢哋一般大概幾錢租到咧？邊個家庭嚟講？要視乎佢哋嘅收入，因為佢哋嘅收入係收佢四分一租嘅，無論佢嗰個房屋嘅面積有幾大，即係睇佢人口有幾多個咯，同埋有幾多間房，都唔係因為房數嘅多少而睇佢全家嘅收入係四分一。哦，跟嗰個比例，即係話佢揾得多啲就俾得多啲租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咪譬如咁講，好抵㗎啦！如果你講廉租屋嚟講，佢二三房一廳，佢如果揾2000蚊，你諗下四分一嘅喎。哦。我哋有四個房，咁你諗下幾多？譬如你有兩個男仔，一個女仔，一對夫婦，俾四個房啦，係咪？咁譬如佢有冇政府審核佢？譬如我想申請居住啲廉租屋，有啲咩嘢嘅規矩咧？咁講哦，冇嘅。你而家就去呢個而家叫做多倫多房屋處度申請啦。咁、你去嗰度填張表啫。咁、其實到佢排你個排期要審閱你嗰、那個申請表咁。咁當然啦，就係、是。佢話明年租屋係一啲津貼嘅方式㗎嘛，咁所以一定要視乎你嘅收入，都要提供你嘅收入嘅證據俾佢知咯。通常住屋除咗就話即係租嘅價錢啦，譬如環境咧，譬如環境治安咁，嗰區嘅情況係點樣咧？嗱，嗰區咧俾人一個印象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點啊，犯罪率高啊，同埋吸毒啊。這個即係好多犯案的機會很大，即係黑黑點的啫。咁其實個原因喺邊度咧？因為佢喺個舊區，亦都居住嘅人口係非常之複雜。等於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嚟自香港，就好多人都好識香港嘅黃大仙啊、慈雲山啊嗰類咁啦。其實因為佢太舊啦，
咁佢以前嘅房屋嘅設計、道路嘅設計咧，誒係現今嘅社會係適用嘅，因為佢好多誒衝入，譬如救火或者救傷嘅時候咧，誒有啲道路咧係物頭路，同埋車唔入得，係個人先入得。咁呢個咁嘅結構咧，亦都可能造成罪案嘅發生。即係有啲隱蔽黑點啊，係啦係啦。不過頭先你講話一百年喎，即係一百年前嘅設計可能係好先進喎。啊，係啊，即係你一百年前嗰陣時個人口可能又冇而家咁複雜啊。嗰時都未必有車啦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嚇！咁嗱，我知道你哋中心喺嗰度都好多年啦。咁其實主要你哋嘅服務俾即係有邊幾啲服務俾嗰區嘅居民咧咁？其實我哋協同社區服務中心最初成立喺嗰度咧。嘅原因係服務嗰區嘅，因為我而家講翻係成十幾年前啦嚇，75年嗰陣時啊，80年好多船民嚟自東南亞國家，即係越南啊、柬埔寨啊咁，咁佢哋嚟到多倫多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就會住喺嗰區嘅附近，即係麗晶園區嘅附近，因為嗰度嘅屋租咧係平啲嘅，後來到佢哋有資格入。呢啲咁嘅廉租屋咧，就會搬咗嚟呢個麗晶園區，因為呢個麗晶園區咧，都真係交通好方便，即係可以有公車去東南西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協群就喺嗰度成立啦，就服務佢哋。原因咧，佢哋有個語言上嘅障礙啦，同埋亦都有文化嘅衝突啦，所以需要我哋呢啲咁嘅社區服務機構去做一個緩衝，同埋咧做一個橋梁。去幫他們去政府去知道的資料或者福利。有沒有具體的項目呢？譬如說有、譬如我們現在呢、有的新移民服務的例子呢，就是我們有英文班呢、是這個聯邦政府資助的啦、也都有一些、幫他填表啦，甚至呢就跟他做翻譯啦，以及咧，我哋有呢、這個家庭啊，即係有個人嘅輔導啦，呢、這個專業嘅輔導，亦都有一啲家長嘅小組啦，教佢點樣呢、這個培育細路仔啦。咁我哋亦都有啲兒童嘅服務，兒童嘅服務咧，我哋有即係呢個放學校嘅補習班啦，同埋啲興趣小組俾啲小朋友。咁我哋亦都有呢、這個譬如好似 March Fit 嘅 program 啊，暑假嘅活動啊。咁俾老人家咧，我哋亦都有一啲俾老人家嘅活動，例如好似帶佢哋出外邊旅行啊，去認識下多倫多周圍嘅範圍啊，甚至咧亦都同佢舉行一啲康樂性嘅或者教育性嘅講座啊活動啊咁。哦，你咁多 program， 咁經費夠唔夠咁咧？當然經費啊！錢邊度嚟咧？其實好實際。除咗有三級政府提供一啲之外啦，咁我哋亦都係公益金嘅會員機構。咁呢個都係唔足夠啦，只係佔我哋，即係我哋要負責去揾籌20%嘅款項啦。即係80%就係由政府資助，就20%就你哋要自己籌款啦。係咪即係所有啲即係譬如志願服務機構都係咁上下個比例咧？定係？係啊，我諗間間機構都係咁上下比例嘅，政府唔會俾曬你嘅，因為譬如你有一個新嘅提議想做一樣嘢，佢可能俾70%你或者80%你，你自己要有20%或者甚至30%咧，要向外界嚟到求助，咁你先至可以提供呢、這個整呢個服務。如果籌不到就即推行不到那種服務了，是的，如果 你籌不到的時候呢，即服務不完整，你即做得一半，一半就做不成這樣，那就不是那麼妥善了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治安那方面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幫助，還是傳賣這個警局那方面警務處那邊去來到調停呢，還是怎樣呢？其實在麗晶園的治安呢，因為我們在那裡已經有十幾年歷史了，已經踏上第18年了。那在過往18年來呢，可能那區的居民就認識我們協群社區服務中心是一個服務機構，我免費去提供一些幫助給他們，所以很多時候呢有些免死金牌。是啊，你說得對。很多時候即有很多罪案或者槍擊事件，很少說臨到我們身上，甚至我聽聞
佢哋話有搶手袋啊，或者打傷人啊。但我哋嘅職員啊、同事啦、啊，或者因為我哋都喺個區出不停查房啊，我哋又好少遇到呢個問題喎、啊。唔知係咪真係佢哋認得我哋啦、啊？好會發生你哋度有唔安全嘅咩？咁當然唔係咁，我哋就唔提高警覺，我哋都好提高警覺。咁其實嗰區嘅安咧，譬如毒品嘅問題咧，真係有咁嘅出現過，因為我哋自己有時都睇到有白粉嘅交易。哦，除了協群之外，有沒有其他志願機構在那區服務？其實是有的，主流機構就有很多個、主流機構有很多個在那裡服務，因為其實那裡有不同族裔的人居住嘛、我們協群呢只是服務語裔和華裔、華裔菲律賓裔，是即是亞洲區 的移民。是的，如果他是來自非洲、或者南美、那些呢，那就有其他機構，其他族裔的機構的幫手。咁啊，頭先我上講過啦，就話兩個禮拜前啊，即係我哋個總督Agent Carson去拜訪過即係呢個黎晶元啦。咁佢有冇啲咩具體或者希望帶俾黎晶元咧，或者有啲咩具體嘅建設啊？其實佢今次首先打黎晶元，同埋想見下我哋個區嘅青少年啊。咁當然我哋青少年嗰班朋友咧，亦都係反映咗俾佢知道我哋呢區嘅青少年。需要，同埋喺呢區需要。咁當然啦，佢亦都同啲青少年表示出佢個關心。咧就話佢會將佢哋嘅需要反映向上邊，即係向聯邦政府或者係其他各級嘅政府嘅反映咯。咁喺佢嘅巡視之下咧，我都覺得有個機會俾我哋住喺麗晶園區嘅居民。一個機會去講下佢哋嘅心聲，佢哋嘅感受，需要咯。咁起碼都多咗啲即係傳媒嘅 coverage 先，係咪先？係，呢個係真嘅。咁亦都係俾佢哋嗰啲居民知道咧，即係政府係都係關心佢哋啦，佢哋都唔係話失落嘅一群咁咯，好多時住喺麗晶園嗰區嘅居民咧，都會覺得政府會忽略咗佢哋啊，或者一般市民對佢嘅印象都係唔係咁好啊，或者覺得個區咧就污糟邋遢啊，或者係貧窮啊，或者罪案多啊咁。但今次經過總督嚟一嚟，咁佢哋都覺得我都係一個我哋存在，亦都知道我哋嘅需要、受重視一群啊。咁其實政府會唔會嗱？你正話講到嗰、那個居住嘅環境好多年啦，已經即係譬如嗰、那個模式啊，居住嗰個 apartment 嘅形式好似係舊咗啲啦。咁會唔會話地方嗰度或者嗰、那個MPP 啊或者嗰啲市嘅 councilor 啦，會唔會可以譬如 suggest 即係提供政府三級政府裏邊將佢再改建咧？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嗬，嗰啲廉租屋啊，一路路即係。翻新啊，重建啊，咁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咧？又其實我嗰區 MPP 係邊個咧？就或者 MP 係邊個咧？今次即係 MPP 咧係 George Swiftman 啦。今次係呢個 Minister of Health 嗰個。係啦。係。咁你講得啱啊！其實市政府咧就已經係有意將呢個麗晶園重建㗎啦。咁而家佢哋呢個重建計劃咧就係十幾年嘅。十幾年長，咁已經開始緊，即係開始緊計劃，有好多顧問報告嚟到，咁我知道明年咧就已經開始遷徙有部分嘅居民噶啦，準備一步步嚟到分批嚟到咗五個階段嚟到重建。呢、这個麗晶園區，明年嘅年中至明年嘅年尾咧，就開始曬第一區嘅居民，佢分咗五區嘛，咁就先係第一區曬，即係安置咗先，咁咪拆個區重建咗。咁我哋協群社區服務中心咧，就喺佢第三區之內。哦，即係直情喺麗晶園入邊嚟嘅咧，係本身係。我哋喺麗晶園裏邊。第三區係。咁即係你哋邊度搬落嚟㗎？即係話。
即係你哋都要搬喎、啊。我哋都要搬，不過我係第三期，所以我哋可能去到2009年。O、okay. K。嗯、但是其實如果你2009咁應該第一期 都應該落成㗎啦，咁即係其實可以應該搬翻嚟，係啊，搬翻翻去咯，嗬。係啦，即係唔需要搬走，我意思係嚇。原居民係可以搬翻翻嚟嘅。啊哈啊即係你可以選擇搬翻翻嚟，但係你係有權選擇搬翻翻嚟咯。哦、okay.